前一阵子咱们的老朋友急诊医生海涛老师发了一条小视频啊，大家看的是心惊胆战，不少朋友都说了自己肚皮上就有过那个纹啊，比那个纹还多。可是两个小朋友的酮症酸中毒的一个情况真的跟肚皮上的纹有关系吗？刘老师，您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其实在我们急诊临床上，因为酮症酸中毒送过来抢救的还挺多的，而且仔细观察的话，他们这个肚皮上确实有很多是有这样的纹路的。那这个算是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这个指向吗？可以说是有助于我们诊断的一个线索。不少朋友给判断了，说肚皮上长纹不是小朋友专利啊。你看说的啊，怀孕的人十个有八个都长啊。同理可证，肚子胖长肉多，皮肤撑开了，不就长纹吗？大家伙分析的对不对？对的。这种纹路呢，其实在学名上也叫生长纹。也有人把它称为叫膨胀纹。也就是说它是身体骨骼肌肉和脂肪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皮肤延长的速度，就把皮肤给它相对在真皮层里边的纤维破了，所以就撑开了，形成的这种纹路。孕妈孕期妊娠纹是不是也是一种生长纹？其实妊娠纹呢，它是生长纹的一种，它是由于随着胎儿的增大，然后子宫不断的在扩张，这样腹部的皮肤跟不上胎儿生长的速度了，就会出现妊娠纹。如果是孕妇啊，她知道自己是妊娠状态，出现了这种生长纹，我觉得她就不必要过度的担心，因为它是一种生理状态下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胖得快呗，对吧？胖得太快了，皮儿跟不上肉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是不是？对，通俗一点说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胖得太快跟酮症酸中毒有关系吗？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一个患者短时间内胖得太快，那么他就会出现这种生长纹。而这种短时间内胖得太快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得了糖尿病，糖尿病又容易诱发酮症酸中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如果遇到了这种有生长纹的患者，一定要警惕他可能存在着一个基础性的疾病，那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一个急性的并发症之一。当然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了，如果慢性的并发症呢，包括血管和周围神经的损伤，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眼底病、糖尿病的肾病等等。但是急性的并发症呢，酮症酸中毒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乳酸酸中毒和严重的低血糖症。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在什么情况下就容易得酮症酸中毒呢？最主要的就是感染，比如说体内有感冒了，或者是有严重的肺炎、腹泻这种情况，再就是在急性的应激状态下也会诱发出现酮症酸中毒。